的干扰，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想，都是同学校毕业。然后我主修是拉黑，就是拉黑没有关系。我们以前的分数就是拉一个杯子两分，你拉几个就及格，你自己数要拉几个，拉歪掉就不算了。因为但是我们系蛮有趣的，因为我们系叫材质创作与设计系，那就是说，我们其实有系其实教了一个蛮好的观念，就是寻找自我。我们从大一作业就是寻找自我，你的作品就是跟你想到的自我要有关。啊，我们从大一就开始在想这个，就也导致我走上了这条路。因为我想一想之后，我想做动画，我就跟老师凹说，虽然我是陶瓷族啊，可是我动画也是一个媒材嘛，然后动画也是能够表达作品的一个方式嘛，所以我就开始从大二开始偷学漫画，然后大三开始偷学动画，然后跟朋友跟室友就开始，之后每次交作业都是交动画，从来没有交过陶瓷，所以我也跟刚刚另外一位一样，所以我也休学了，然后我也自学了，对，就是这样，然后就是一路上发现哦，做动画没有这么容易，因为有很多很多的困难，都是一直做一直做才发现的。他其实是体感的吗？是我们目前的角色设计。哎、欸，我这他真的是体感的吗？我不是故意的。这个是比较早期的一个发想，那上面的图是我画的，就是我负责的部分就是导演，然后做不是人的东西都是我做的。那这就是一个刚刚这个是一个我讲说在台湾东北角的海底的一个海底研究室的草图，然后这是一个前往那个海底都市的交通工具。那这是我们工作室的样子，就基本上是这样而已，因为只有六个人嘛，每个人都桌子都差不多是这样。四个。对对对，老板没有坐，所以老板不会坐。对，然后就是大概是像这样，那我们就是通常就是摆非常多模型啊，然后很多日系动画的参考书这样。对，然后我刚刚讲到说，就是我就是接了电话之后就走上这条路，然后就是我们在麦当劳讨论了半年之后，我把原本的公司的职位辞掉，然后就开始正式的没有工作了，完全的讨论重角精神到底要怎么做，然后我们就一开始也都没有地方去，然后也没有钱，然后我们就借住在老板的朋友的另外一间动画公司，然后他们就是有一个。他们还不是借我们位置，他们借我们他们的会议室，因为他们会议室是十几个人可以开的啊，因为都没有在开会，所以就让给我们用，我们就电脑就摆在他的会议室，然后我们每天就进去他们公司上班。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我们才刚开始啊，我们天天都要加班，但是他们准时下班，我们就得走，我们就被他们赶出来，我们每天都没有办法加班。然后，因为人真的非常少，然后我们在。去磨合我们动画风格的时候，就已经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哎、欸，那个是剩下两分钟，还是我讲两分钟？没错，剩下两分钟。你刚不应该玩体感的。这是我们目前两年来发生的事情，就曾经有走过朋友，走过伙伴，然后一直到现在，我们正在募资中，就是到三月。然后虽然已经200%了，但是募资还没有结束，对，所以还是请大家可以多多帮我们推荐给朋友，这样如果大家等一下看了我们的影片觉得 OK 就是喜欢的话，帮我们推荐一下，那我们会在五月中或五月底的时候完成这个影片，然后我们也会如果推出来之后是顺利的，我们会继续再往下做第二集，或甚至是把整个故事全部都做完了。对，那因为只剩下一分钟，所以可能可以帮我切那个40秒的影片，谢谢。这是一个片段，那也是简单的讲说我们动画的制作过程，因为
一个动，大家可能都大家一定都看过动画，但是动画是怎么做的？我们这有一个简单的几个步骤，这是完成的画面。好，第一个要做的是分镜，先简单的讲那个角色长什么样子，做什么动作，再来是一个比较详细的动作，然后上色。上色之后还要后置，后置就是做它的背景。然后这个是还没有加，然后还要再加光，加反映在他人身上的样子，然后最后才会达到完整的画面，是这样。对对对，那我们整部都会是希望以这个程度去做的，就是我们希望能够让大家有一个看起来真的很像日本动画的感觉，这是我们最大的目标。那我们接下来在明天的3点到5点，日本电视台有采访过我们，那他会播一个节目是介绍其他国家的动画公司。那他在台湾选的我们公司，我觉得非常荣幸啊，而且觉得有这个机会啊，但是我们都看不到。因为他只在日本播，所以他在日本播不知道他播什么，所以想说真的请大家如果有朋友能够看得到日本电视，不知道，因为他是电视直播的节目。那你知道是节目叫什么？这是 TBS 的，叫它是卫星电视，叫 BS 的 TBS 卫星小耳朵，你在台湾可以做得到，可是我家没有小耳朵。对，对，不知道他播起来是什么样子。对，因为他镜头是这样拍，我拍很近的，我觉得到时候应该很恐怖。对，我们有带了就是目前有公开在网络上募资用的3分钟的预告，那可能等大家都讲解，这今天的讲者都讲完之后，有机会讲。要不，不好意思，谢谢。